大家好，我是王子邱胜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严艺格。我们是 18。邱胜翊以及严艺格。今天很开心，我们来参加粉红丝带的公益活动。那近期呢，乳癌已经排在台湾的女性死亡率第一名，然后我觉得呼吁身边的女性朋友还有男性的朋友要定期做检查，每15秒就是全世界就有一个女生就是得到乳癌，要去关心身边的朋友，就是不要觉得说如果我年轻我就去忽略。开心就是有办了一个粉红咖啡屋，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这边拍照打卡。团结你我，终结乳癌。团结你我，终结乳癌。